从2015年开始 ，Vogue 每年都会举行风格野餐日，而且今年以花为主题跟大家相见哦。没错，同时今年更提倡大家携带各自的环保餐具来一起享受野餐的时光。除了台北场以外，5月5号更扩大到台中。哎，等等，这次野餐是来到台中哎，厉害了吧？你家哎？对啊。所以我要带大家去一些厉害的超市打卡景点。哎呦，不错哦！这段还没录完呢。港商唱片行，台中歌剧院。三味某处同，审计新春，哦，左派，女孩别哭。野餐日啊，住这边就对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在市民广场这个距离，坐电梯就到了。叮，抵达。哎，睡了。哎，我们还没做 ending 呢、交给你了。还记不记得一开始我们的话好像还没说完？没错，这次也提倡大家携带自己的环保餐具来参加，还可以骑 U bike 哦。万众瞩目的 Vogue 风格野餐日就在5月5号今天扩大举行，各位台中的朋友记得呼朋引伴，穿得花花的，很时尚的，一起来参加哦！